在场的所有贵宾、家长们，还有我们九年级的老师们，还有我们在场的所有毕业生，早安。首先我先感谢九年级的导师，还有任课老师，有你们的付出，我们的学生很优秀，表现得引以为豪。然后再来，我要恭喜各位毕业生，你们顺利完成了国中阶段的学习。那别忘了，这里有陪伴你们三年的师长，陪着你们一起经历了线上线下的课程，陪着你们一起练习的各种活动比赛，陪着你们一起度过了各种大大小小的考试，陪着你们度过了每一个值得祝贺或者是伤心难过的日子。毕业了，记得再回来看看师长，看看这个校园。母校永远欢迎你们，然后祝福你们红尘万里。谢谢。